啊，快没素材了，赶快补一补。今天就要玩这个很耐玩的游戏咯。那这款游戏的话呢，等一下，我先等一下。好，今天自己的重点就是，因为昨天发现了马英嘛，所以我们应该近期应该会把这个骑马的角色都讲一讲。骑工兵啊，骑工兵到什么特色呢？你们看一看。嗯，不要挡，不要挡。无助等待，是否会还相信？任意将英雄升到十级，重点不是这个吧？重点是赶快。哦，这个我没办法了。反正给想点而已，珠宝啦，其他的都不要管。那这里呢？透过生产农田，有些狩猎开始行农田啊。这不搞，其实就是一个警讯哦，不是讲你用道具怎样解决啦。你用道具解决之后也是没有办法，好吧？所以尽量不要用道具解决啦，就是 building 啦，吼 ，building 赶快升，交易所系统就对了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好险，他有提示我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他有急救的那个吗？急救所，先 play 到这里哦。我做到一个攻略，就是我们可以去更好的位置，我可以去更好的位置，当然就是去更好的位置啊。其实也差没多远，不要两个都踩那个。今天两个都踩不一样的东西啊。哦 ，SOG 真的是很酷啊，嗯，然后又很多人玩，就是又很红。好，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嘿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样不是刚刚看两死吗？你继续改升而已，然后其实可以更，它其实可以更高了，然后两死的等级，然后再跨猎丁猎啊呢。